我好像蛮熟这里，还没有大吉，但你应该不太适合抽到大吉，你的打扮比较适合抽到大凶。哦，这哦对 对，你不讲我还真不知道这是黑豹。对，你如果不出来，他真的会被黑豹。对啊，伴手礼给你，有没有很温馨？我们要挑哪个无辜的女子？不是这个暗暗的配我这个白手套，感觉是跟踪狂还是什么之类的？怎么犯人？这个女生也是搬新家。第一个邀请你，我们现在去女生家都一定会带个伴手礼。上次朵拉那个电视纸糊的，没有，那个东西是真的。搞得我们是金童玉女，预算有限。那这次呢，重点不是金额，是我们是很有诚意，这个东西是很温馨的。待会让哪个女生 ？OK， 我们现在就直接看一下 ，Go， 到底要去谁家呢？Go。哎呦，你带我们来的是太新了吧？砖都还没铺，是不是？带修缮，带修缮。是不是地震？然后他又有可能又裂了，有可能，啊、但是代表他非常新，这时候就要来付钱，叫你帮忙修。我好像蛮熟这里，还没有。哎呦，这 view 很好哎。对啊，直接看夜景呢、欸。我还买了那个灯泡挂着。哦，这边就是专门在你拍 IG 限动，拍一些小影片 Reels 哦，可以看到，可以跟对面对到眼，不好，你不要再招商了。对，我们怕播出之后会真的很多人。啊、最后最终的结果只是我住在对面。好、啊，那我们就来彭彭的家。放鞋子的地方在哪边啊？是这边跟这个。哦、okay ，忘了介绍一下，这个彭彭是这个目前是台新战神，对台新战神，而且是票选 T1。最佳啦啦队，很棒吧？怎么有你感觉好像是靠你耶？是靠一整队的这么优秀的啦啦队，脚应该是香的吧？你要闻吗？你不要等一下所说臭，就说是有的。是不是因为有味道所以才要放那么里面？哪是，是香的啦。看起来还 OK， 外观。他故意拿双新的给你的？没有，真的都很新啊。不错，这个很新啦，有没有常穿的、啊？最常穿的，就都是香的、欸，就真的呗。你最常穿的有去穿去练舞的是哪一双？我这些都会穿去练舞啊，但因为我鞋子太多了，所以我我原来不是他香，是他鞋子太多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来彭彭的家了，走，请进。其实你这边算有点蛮旧的，这都你的，我的那个小公仔现在最新流行的泡泡玛特，泡泡玛特那边还有一只大只，好像是最近的那个女生都会疯狂。对啊，那这个一个大概多少钱？这一只才330，那算蛮低消费。对啊，可是很多只很多只所以这样子算有花到你。而且因为这是盲盒，所以有可能是一直抽到同样的。对对。那你会为了这样想要收集整套吗？我会直接上网买。聪明，台币战士。这个安全帽感觉应该不像是女生会用的，而且你们随时做好要离家出走的打算是什么意思？没有，这边就是还有其他室友，这不是我的。室友是女生还是男生？女生的。男性友人的室友的男朋友，最近的都会推给有没有？推给室友，你看朵拉也推给室友，真的，漂亮室友，漂亮室友来了，所以这是我的安全帽，真的，这是我的安全帽。你听到他在求救就出来认领，真的这就是姐妹的爱情，对啊，很会维姐妹挺那你这真的是你的。我真的，因为我喜欢黑豹。对，你不讲我还真不知道这是黑豹。可以证明他不讲，完全不知道嘞。你如果不出来，他真的会被黑豹。对啊，他会被网友留言是卖 gay 啊。所以我好像也认识他啦，因为他们是那个外拍的好朋友。佩瑜，对，也是从事外拍的。嗯，所以你们现在就是在外拍界是感情是会比啦啦队好吗？你是在挖洞？我在问你，连问你。很好，他会不会跟你分享他去拉拉队的事情，受到委屈啊什么的？比如说这个舞真是难念，然后或是哪个学姐真机车？是没有，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他不善于抱怨，他善于抱我，他最后一直抱我。哎呦，我觉得佩瑜很挺真的，好像你妈。OK 了，没有别的问题。单身吗，佩瑜？单身吗？他犹豫了，他犹豫了。好了，我们继续访问了。那这个是什么？之前我们有去到一个女生家，是有 PS 哦，但是她就是你自己的吗？这件
是说来很好笑。我看你编得多可笑。我买那个就是网路，然后还有复制到，反正我就花了很多钱，然后我也不知道我买了它。然后那时候寄来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谁送我的。你不觉得那个金额有点高吗？对啊，我觉得很高啊，但我还是付。多付一万。所以你本身的价钱观是金钱观是理财观念是不太好。萌萌是哪里人？花莲。后山的、哦、有一片地，后山都他的了，他自己小心。对，十台也可以。我原本想说把它卖掉。哦，没关系，你这个可以给我们团队。我们专门捡人家的，我们可以。加入啦啦队，你有跟谁比较好？就是我跟大家都还不错，但有几个我会带来家里，因为他们很喜欢猫，我的猫。哦，所以比较不喜欢你，比较喜欢你的猫。是带啦啦队来吗？是带球员来？真的啦啦队，我跟球员不熟。我跟你讲，男球员不能说他们怎么样，你就是要说他们怎么样。男球员通常比较花心，你有篮球员好友是不是，跟他们的技术有关。怎么说？因为篮球员想过很多人，好笑吧？他想过很多人，这是笑话。好，不要走心。OK， 那你是杂物区。因为我室友刚搬过，那个是你的包包哎、欸。对啊。哦哦哦，来来来来来，跟你讲，看起来是平常真的蛮常在用的，已经。哎、欸，我用到这个都断掉哎、欸，我要把它硬扣回去。哦、真的哎、欸，物尽其用。来来来，看一下，应该没什么啦。嗯、充电宝。不是镜子、啊那麼是。来了来了来了，消费日文是大吉。但你应该不太适合抽到大吉，你的打扮比较适合抽到大胸。他这个蛮贴心的、欸，虽然日文看不懂，他有中文翻译，有着构筑巨万财富的权利。哎、欸，快巴结我！哇哦，花莲有一甲地啊，该不会就是遇到我？哦，花莲有一甲地也有可能啦。哎、欸，哦哦，没什么钱，哎、没钱呢、欸，没了。你确定刚刚那个抽的准吗？那个抽签是，没有，我都存起来了啦。看一下证件照，看一下证件照，证件有没有落差、啊？有啦，有的话先承认哦。哦，是本人吗？是不是比较胖？不是，真的假的？走在路上你是认得出来的吗？认不出来。红妈妈？哪有？来来来，给我们看一下，给我们看一下。不是，这谁啦？这谁？还好吧。什么还好？我吓到了，我吓到不行哎、欸！60分及格，钱包算蛮干净的啦。对、啊、，OK OK， 因为感觉真的蛮新的，就是好像都没有什么实用的。因为我四月、我搬过来隔天就地震。你说是门口那个瓷砖是就是地震震掉了？对啊，我才刚睡一个晚上，然后隔天就大地震。哇，那好险你人没事。对啊，那有考虑搬到东湖吗？你干嘛？为什么？什么意思？啊，我住东湖这件事不是全台北市人都知道 啊。如果可以搬到那个地方。它可以让你免费，这样你会觉得 OK 吗？笑而不语。他已经要跟房东说我要退租。啊，不是啦，你不是说每次要给人家什么伴手礼，真的是重金，弄一个伴手礼给你。有没有很温馨？我觉得你会很喜欢。你确定？确定。你看，一家三口，我们AI 合成，我们以后的小孩其实蛮可爱的、欸。我们是用你们的脸去配对，未来的小孩就是长这样，而且是我们合过已经算最帅的。这不用强调吧？这个比例大概多少？大概七十，七十，我是七十，爸爸。真的假的？你看，很可爱耶，是蛮可爱的。不讲的话，有没有感觉他是真的是一个？一家三口的合成，真的哎，不像是合成的。哎、你有胶带吗？我们贴起来啊！你自己擅自就要贴，看人感觉怎么样？蛮好笑的，笑我们小孩，蛮可爱的、啊。对啊，学小孩要双眼皮，怎么你？你的小孩要双眼皮？对啊，你想要 ？OK 啊，我们再调啊。好，我们要来到蓬蓬女神的房间，还不错吧？温馨可爱，算是蛮小的。那好险你没有什么东西，因为这样才可以放我们的照片。对、你看，很适合、欸，很适合。你怎么化妆？我都坐在这边。怎么化？你看，就坐在这个小地板，然后看着很客难呢、欸，比较有安全感。哦，真的、啊，东湖比较大了，真的，真的，我也是劝你。你看，是劝你。你看，我还照到东湖。立冬帐你有办法翻吗？它是不是也没什么东西可以找啊？看得很细哦，今天。当然了，这是什么、欸？你知道我是一个很会长针眼的人，对不对？每次看他限动，他 always 说针眼，
真烦。这是医疗级的，医生叫我去买。长到医生叫他买这个治真眼的热敷，这不是睡觉用的。对啊，他就说睡觉要随时，我每天都要热敷。专业热敷袋啊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一定是因为你常常看到什么？不是喝醉，忘了拔洗眼镜。哦，对。所以这个你看，他已经久病成良医了。对啊。好像没有什么男生的东西呢，就真的没有没。我试着想要抓一些。上一段感情是多久之前的事情？我知道。欸，他知道欸。我当然知道。那是我朋友。走出来了吗？早就。早就。对啊。那我要走进去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捧捧平常的这个穿衣风格，这是你的衣柜嘛？对啊。哦，都是比较大地色系的。对啊。哦，所以捧捧私底下穿着风格是大概属于什么类型？我其实比较偏休闲，然后个性。因为你们不是算都是我有在外拍，对啊。那你们尺度，你现在一般尺度可以到哪里？就比基尼啊，会在这里吗？在这里。哦，我还有暗门呐、啊，好讲吗？你真的在烦我哎、欸？哎、欸，这个好暗门哎、欸，因为我不方便拿。不会，很干净。边讲边拿，然后还说我不方便拿。对。哎呦，哎、欸，你风格算蛮多变的哎、欸。对啊。其实我最喜欢这种。哪种？白的，然后有一点链子。又可以展现身材，又耐看，然后又耐看，又不会觉得说太想要展现性感。可是那个就只能纯拍照，那个不能下水。可以啦，白色的可以下水。你说可以，我们现在就要去浴室了。哎、欸，他也有这种哦，派哦。哎、欸，他的那件 上身很猛，让我们立冬鉴定一下。哦，他上半身是这样。哎、欸，很少在播出不到十分钟就已经决定我们最后要穿什么。期待一下蓬蓬穿这件。Nice 蓬蓬。你有没有一些可能性感的睡衣啊，或是之前战袍啊这种啊？它很露哎、欸，它其实这边整个露出来。什么东西？哦，哇塞！那你二选一，这个跟刚桃红色、那个暗红色那件，这不能做两集吗？咚咚咚锵！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好，因为场地的关系，所以我们这次的开箱不太吉利的感觉。对对对。那我先看第一面，不是最后一面了。欸、不行，你干嘛要自己躲进去吗、欸？我老婆不能穿这样给你。那我欢迎捧捧的战服。要起来，要起来，这是什么魔术师的开法、啊？哎、欸，其实蛮好笑的。你再躺回去。什么啦？那我欢迎死者复活。哇塞，这个很猛哎、欸！哎、欸，这个哎、欸，可以转一圈吗？在这里，可以转一圈吗？这样子转一圈，然后自己转到头，因为就会穿这去夜店，你有办法吗？女朋友这样子，我会包场，这么霸气？没有啦，我还是会担心啦。但如果身边，我觉得尽量还是要带着至少两个以上的朋友，楼下他们比你还醉。你会忘了顾他、哦，对啊，因为这个偏危险，真的，这有点感觉就是今晚来作战的，真的，对啊，另一半他不准你穿辣，他你都是穿那种短袖、长袖，然后包很紧，你是可以接受的。那我会生气，那我会输辣，你那个辣我 OK。其实他穿出去，大家如果都在看他，必多风光啊，真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在他面前，不，你们办得到吗？你不要幻想自己未来想做事情，好不好？好啦好啦，今天很开心来开箱这个捧捧的家、哦。今天我们这个来去博家捧捧家大成功，我也是一日约会。为什么会想要去往棒球的啦啦队发展？比较喜欢棒球的气氛。因为我跟你讲，你要去关说是不是？我其实，在棒协现在有一定的棒协。